仅仅是模特，林志玲也是知名的主持人和演员，拍摄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影片。虽然嗲嗲的声音有点让人出戏，但是优美的身姿才是能在电影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各大晚会现场也有林志玲主持的身影，她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多栖艺人。林志玲作为娱乐圈的一线艺人，却一直不急不躁，每次主持或者颁奖的时候都是很有礼貌，屈膝礼貌腿也成为了她的标志。1974年出生的她，如今也已经45岁了，不过45岁的她仍是性感尤物，身材和皮肤保养的几乎和刚出道的时候一样，岁月仿佛丝毫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。早期的林志玲在事业上也遇到过坎坷，因为代言时穿的内衣太过性感惹火疯传，被央视禁播，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这段过往吧。